警方后报鸟松区中正路发生交通事故，经了解驾驶许姓男子沿中正路南向北方向行驶外车道，欲变换至中间车道时，与同向直行的林姓男子驾驶自大货车发生擦撞，至小客车擦撞后撞上中央分隔岛车弯，警方现场实施交通疏导，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，且无受伤。至小客车乘客刘林腿部擦伤，意识清楚，无需送医。